很阿扁啊！美国的乡亲和大家心情拢同款，咱感觉这個、中华民国马政府欺负阿扁啊，是咧欺负咱台湾人，不是咧欺负你，甲欺负我，咱欺负阿扁啊！美国的乡亲拢知影，伊是受到司法的压迫、政权的压迫，即届七月十八。中间，唔注意有闹去甲美国的乡亲说明，大家拢真了解。咱爱甲支持，咱爱支持台湾的司法政权，甲司法的公正。咱袂使个软土互人侵犯。美国的代表目前所发出来声音，有哪感觉咱就爱个行当去低头。为台湾拍拼，大家做伙来拍拼，好唔？我伫遮希望各位家乡亲，大家继续支持，唔是只干那支持阿扁啊，就是干那爱支持咱台湾人。咱台湾人若无发声，别人袂当甲咱援助，袂当甲咱救。多谢各位。